各位观众大家好，这里是由江苏卫视和昆尚传媒联合打造的大型综合格斗节目昆仑决南京站的比赛现场。下面进行的是中国区冠军赛 A 组的决赛，由红方选手吴雪松对蓝方选手赵岩，比赛马上开始。我是现场解说中收陈佩，我是蔡志贤。今天呢非常的激烈哦，这一场是吉岛王的一个对决哦。赵岩呢两场的比赛里面呢都在一回合就把对方淘汰了哦，用吉岛的方式啊，在吴雪松啊也是有一次的记录啊，第一回合就把对方两次吉岛请回家去了啊。现在看是谁的吉岛功力啊比较优。哇，这个腿太强了啊！这一局比赛对双方都非常的重要，因为胜者将成为中国区的这个冠军赛的这个 A 组冠军，然后进入世界十六人的这种比赛。是，那双方啊，应该都知道啊，对方的一个击倒功力啊，非常的惊人，都非常的谨慎，还没开始出现组合拳。进去了啊！赵岩在前面两场比赛，我觉得表现比较突出，他的这个拳的爆发力非常好。对对对，非常恐怖的一个人物啊！从这次打完之后啊，大家大概都会注意到他了啊。好，看看今天谁是冠军。我们现在的天气也是非常的冷，但是现场的观众啊都还在看，那台上的选手也非常的辛苦，在这么冷的天气里面呢，也来这个打赤膊，来做一些格斗。好，两边都前手刺拳了，非常谨慎，这个脚步啊都没有办法跟上去啊，在原地，非常的谨慎。进去进去，没有，还没有，没有打进去。对，进去之后就完全退出来啊，对，再来。不太敢做近战怕有所闪失啊。从战术讲来说，吴雪松应该是用前手刺拳控制一下他的距离，对，就不要让这个赵岩轻易打进去。对，但赵岩呢，必须突破对方的防守，快速的向中短距离进攻。是。哇，一个上勾拳啊，但是没有打到。那他们两个做的不是说属于传统荷兰式的一个 S 型打法哈，他们属于他们自己的一个打法。嗨，进去进去进去。好，还是进去。教练让这个赵岩，可能赵岩教练都会忌惮对方的一个攻击力啊。大家都知道对方太恐怖了啊。对，赵岩这一轮的这个拳法，这个距离没有完全把握住。双方拳都很强啊。一上场互相一碰就知道了，中了中了对，吴雪松在用直拳，对，吴雪松命中率比较高，对，而且吴雪松的直拳相对是比较好的，所以他对这个赵岩是有制约的。我们看看赵岩要来怎么打这场的比赛。这个赵岩呢，在担心呢对方的前扫，进身袭击呢，袭击。好，好像赵岩听到你说了，然后腾空飞了一袭。对，双方在近身的时候，因为对方都不太会带摔的技巧，所以尽量做袭击没关系，不会被摔。哇，这个上勾拳啊！再加一个地扫。吴雪松上勾拳打的是不错的，上勾拳很难打，但是他有时能打中。是，不过上勾拳今天的表现是以这个张春雨做的比较漂亮。好，点点点。这个赵岩蛮谨慎的，这个刺拳点的很多，但是都没有攻进去。
赵岩的拳，好，这个副击，赵岩的拳，好，第一次警告，警告，这个不能暴击。刚刚我们这个牙套飞两次啊，就是两张的一个黄牌啊。对，黄牌会扣一个点。是。刚刚我们这个牙套飞两次啊，就是两张的一个黄牌啊。对。这个赵岩的这个摆拳要对这个直拳。哎哎哎！遇到克星了。 遇到克星了，但这个会扣点，所以这一局比赛，这个会扣这个赵岩的。对，啊，加油加油！两个其实都已经非常厉害了啊，拼，对，拼。赵岩要拼出来。哎，可是赵岩有一点胆怯了啊，啊，上勾拳，差一点，差一点。只要赵岩一直没有打到吴铁松，哎，是的，他距离被控制住。 啊！这个防守的一个扫踢啊，太漂亮了！从第三局比赛开始了，对赵岩是个很大的考验，因为前两局他不占优势，应该说他必须在第三局某种意义上击倒对方。对。 那赵岩呐，前手在挡住对方的拳的时候啊，他是用肘往上提啊，这个做法其实还可以再商榷一下哦。有很多种格挡的方式。好，接腿。前手挤进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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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手挤进去
快速出拳，是对。看吴雪松的防守，哎，啊，这个是自己失去的重心，哎。好，这个有 clinch 哦。近身又抱住了哦。裁判叫他们自己推开，我不帮你拖了。不要推这么多，打硬了。好，近身四级。有警告、啊，可能因为裁判每次都还要再把他们两个拨开啊。因为他们都是往前顶，顶到最后就粘在一起了，就不开了啊。对，这个韩国裁判是最严的执法，哎，对，他几乎不让他们有这个完全粘在一起的时间。对，因为粘在一起不做动作就非常的难看。对。好，我们这边也只是提醒一下选手啊，也没有多做批评啊。哦，这个赵岩还必须打进去。对，但是后手拳没有进去啊，前手点的话，对方是不会怕你的。好，好。打打打！不要跑！这个袭击，但是那个送胯没有往前送。哎，到后面其实不错的步伐。好，好，转身边拳。哎呀哎呀，被抓到了。进去！对，这个进去啊！他们的教练团了、啊、都比他们紧张，喊的都比大胜呢、啊。快！进进进！进去，都在说进去。我觉得对赵岩更重要的要进去。好，这要连续打，打这个中短距离。对。现在我不知道他们能不能听到、啊、这个教练的声音呢、啊？哦，大家都非常专心的在要看对方。好，时间到，时间到，快快快！最后十秒钟。是，快！啊！比赛结束。30-28，三号裁判29-28，红方吴雪松获胜。
Xuesong。中国区的冠军赛 A 组的冠军诞生了。我觉得这样的兴奋是特别让我们能够理解的，我们同样也是为他感到骄傲。来吧，继续你的兴奋，我们的搏击宝贝，把奖杯颁发给你，Xuesong，来领取你的奖杯。来，这样的奖杯是属于你的。好不容易啊，征战了这么多场，最终终于拿下了这个 A 组的总冠军。来，让我们把最